你不愁片约，你不愁没得演，所以你可以过一个很悠闲，很符合自己想象的这种日子，没必要操这些心。我说的是这个意思。为什么不操啊？对，为什么操呢？还是希望这个国家有一个好的一个生存状态，不光是物质状态，还有一个精神状态。谢谢，所以你很有责任。谢谢，谢谢。行吗？行，谢谢，非常棒啊，非常棒。我就是觉得很佩服你这个戒烟成功。这吓死人了，这个新戒。就去年我见到他，我还说，哎，咱俩找个地儿抽烟去。他说你还抽烟呢？戒烟其实真的就是心戒，就是我的体会，就是看你想戒不想戒。你想一个男人，他永远想掌握着自己的这个权力指数啊，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。你想，你权力指数连自己都控制不了，说我戒根烟都戒不了，你还掌握什么世界啊？